加水车、加水站已经成为高雄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啊，水较清气啊，啊，搁俗啊，系啊，大碗搁满甜啊，你不听人讲？不过，对于加水站的水源与水质，买水人了解多少？10月19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公视我们的导播出《买水人生》。